上个世纪末，周星驰凭借一己之力把喜剧电影抬高到了一线地位，成为当之无愧的喜剧之王。只要有他参演的电影，票房全都节节攀升。今天要讲的呢，就是当年票房排行第三的电影《大内密探008》。这本是一部喜剧，却有人被他的爱情感动，但还有人说这是一部烧脑的悬疑剧。这样一部众说纷纭的电影到底有什么故事？今天就来看看电影中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。相信看过这部影片的观众一定对开头的四大高手印象深刻，小说笔下的陆小凤、叶孤城、花满楼和西门吹雪，哪一位不是风流倜傥？可周星驰却偏偏找来了几位独具风格的人扮演，这是来搞笑的吗？起初周星驰也不想这么做，选的是陆小凤里面的几位大侠，刘松仁、黄元申、郑少秋、黄允才等人，可他们呢全因档期和片酬的问题没能谈拢。于是周星驰和编剧古德赵一合计，既然这样，那就玩个大的。于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带着恶搞意味的决战紫金之巅诞生了。文俊、黄一飞、陈建云和黄志强四大高手，他们一出手就惊天地泣鬼神，呈现出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当时还曾邀请向华强出演西门吹雪，不过呢，因为形象问题选择了拒演。如果当时人高马大的他能出演，相信也会是一个很有趣的看点。除了四大高手，影片中的意外之喜还有很多。皇帝的扮演者投资方原本看中的是徐锦江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谁是张达明。可这部戏以后，张达明的喜剧天赋得到了自证。身为皇上面对后宫的三千佳丽，本该是人人都羡慕的美事，可他的后宫却都极具特色。面对一群如狼似虎的佳丽，张达明那一滴眼泪表露出来的悲伤，让人拍案叫绝。如果说张达明是拼了命想证明自己，那刘以达一定是不愿参演却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那一个。刘以达是香港著名的音乐人，任务呢就是来给电影作曲的。他来时一身风霜，形象和影片中几乎一模一样，可这样的造型却被周星驰一眼相中，给他安排了一个男扮女装的角色。于是那个行为怪异、说话磕磕巴巴的人就诞生了。其实说话磕巴并不是原本的设定，只是因为刘以达在背台词上完全没天分，一上场就紧张，编剧一经商讨觉得问题不大就默许了。虽说呢，刘以达是被抓来临时充数的，但也没忘了自己的本职。他出场时那段诡异的音乐就是他创作的。这部电影除了诡异和搞笑，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爱情。电影上映后呢，还流传过这么一段话：娶妻当娶刘嘉玲。影片中周星驰扮演的008没有高强的武功，不得皇上的重视，就靠这些自诩聪明的小发明混日子，连侍卫都看不起他。可这些完全不影响妻子对他的爱，不怕吃苦地陪着他，对那些弱智的发明也很卖力地捧场。在得知丈夫背叛她时，也是放低自己去求得丈夫的回头。老公，你肚子饿不饿？我煮碗面给你吃。这一场可以说是这部电影最动人的地方，内心的委屈和不舍被刘嘉玲演得恰到好处。多年后被问及最满意的电影，她十分坚定地选择了《大内密探》。但这部戏呢，刘嘉玲也有自己遗憾的地方。当时吃饭那场戏，周星驰要求她一边喷饭一边流鼻涕，为了顾及自己的形象，她选择了拒绝。我说周星驰，我不玩这个。很好笑的，每一次都很好笑。我说我不玩这个，我不是喜剧人。时隔多年，刘嘉玲却在采访中喊话周星驰，自己现在可以演了，现在完全没问题。可能他的心态和巩俐一样，后悔当年没能全身心的投入。说完，刘嘉玲再讲讲另一位美人李若彤。
她扮演的端庄大气的小龙女是大家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经典，但没想到如此魅惑的角色也能让她演得风情万种，把周星驰饰演的零零发迷得神魂颠倒，不惜抛弃妻子和她厮混。其实这段戏呢还是删减过的版本，有一段李若彤诱惑周星驰的片段，里面出现了比较露骨的画面，为了保证内地能顺利上映就剪掉了。不过就这样的李若彤已经够让人心醉了，周氏电影在恶搞的同时还总能反映出一些当下的现实或道理，这部戏他直接把讽刺金像奖放在了明面上。从90年起，周星驰几乎年年提名金像奖，但是却从未获奖，反而表演浮夸的却一个接一个拿奖。为此啊，周星驰就用一个片段讽刺了那些所谓的评委。不过好在周星驰自己当导演后，凭借《少林足球》把金像奖抱回了家。或许当年的星爷需要奖项来自证演技，但时至今日他早已不需要了。最后呢，再来讲一下电影中细思极恐的小细节。阿发的妻子可能在第一次与吴向皇交手的时候就已经死了。电影中有这么几个点，零零发用炮弹击败吴向皇时，地上躺了一个和妻子穿着一模一样的人，当时阿发并没有看到他的脸，随后阿发的妻子出现，这时他可能已经被吴向皇附身了，因为回来后的妻子发生了很多变化。阿发在击败吴向皇时一脸兴奋地看向妻子，期望得到夸奖，可他却只是看了一眼，把脸扭到一旁忙着补妆。以前的他是丈夫随便的一个发明都会极力捧场的人，可这件事上他的表现却云淡风轻，给星爷的镜头他的表情也由兴奋转为凝固。周星驰电影每一个镜头都有一定的含义，可见事情并不简单。大结局，阿发带着妻子乘坐飞机，最后飞机坠落，他不是担心，却是哈哈大笑，是否也说明他早已看穿了妻子的身份，只是因为是妻子的皮囊不忍动手才选择的双双殉情。或许这部剧呢你是当喜剧来看的，可周星驰却说过我的电影全是悲剧，这可能就是他留给观众的题目，不知道大家都解开了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还有哪些想要了解的影片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